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龙二。昨天才有网友爆料了诺基亚安卓新机的包装盒，今天拿到诺基亚手机品牌授权的 HMD 就正式在 CES 上发布了这款新机诺基亚6。该机的外形看起来就和它的名字一样，确实非常的溜。整机采用铝合金一体成型设计，正面配备5.5英寸 1080p 显示屏，表面覆盖 2.5D 弧面玻璃。诺基亚6的配置并不抢眼，搭载骁龙430处理器，4G 运存，64G 的存储空间，前置800万，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，运行安卓7.0系统，同时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。据悉 HMD 已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，诺基亚6将于农历春节前在国内首发上市，售价定在1699元。话说这样的配置，这样的价格确实没有多大竞争力，想买的我想大多数都是因为情怀吧。好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，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J 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哦。 OK， 我就抱抱不干别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